守护甜心手游，今天把资源找来做一做吧。欸，我后来发现我们介绍宠物才是重点哦，讲那些活动根本就是很容易就之前讲到之前的，所以赶快把资找给大家。这些玩法很简单哦，资找就是绑钻直接资找这样。当然他绑钻之早，他虫子也送的比较大。先结完再说吧。哎呀，我们的工会就是什么？啊，屁嘞！我这样一键申请不会中，什么鬼啊？哎呀，我的主线呢？怎么可能？我们没有主线呢？阵营。就完成。这个吗？形象，我怎么跑那么久啊？应该是我东西太多了，东西太多把他吓死了。哇哦，很久没有登，他送那么多东西。哎、欸，有认识我哎、欸！上次讲哪里啊？好、啊、火衣服，这些鞋越出越多只哦。也给你们参考一下。那其实它衣服有分很多种啊，像这次就是火衣服。哎，我发现它精灵越出越多只，哎，好可爱哦！怎么取得啊？哇操！目前没有开放，那因为没有开放的关系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真的很稀有。呵呵。